明天的话，这我不知道。没关系，我明天的事情，我们美人姐待会会公布。好，那就这样子喽，谢谢。大家一起庆祝龙妹妹生日哦 ，party。是晚上的 party， 是会用怎样的？
等一下统一会有美人姐来做解答，谢谢你们哦。我们就喵喵喵，哎，因为我是他的日间部同学，所以晚上的事情啊，就是他们年轻人会跟着罗美美一起，好不好哈？就放一点他的音乐，然后说一说，跟他的一些回忆，然后我们互相彼此鼓励，也彼此安慰，因为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所以也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么这些美好的回忆才可能存在啊，是不是？永远都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感受得到他在现场跟我们热舞。所以并没有想象的什么样的特别的内容，因为毕竟是名旦，所以我们就是放他喜欢的音乐。然后呢，这个跳跳舞这样子的，穿着他想要穿的晚礼服，是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其实我们也讲说，大概有十几个啊，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来了。那么所以为了让媒体可以早点回去休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开放到这里。那么其实是深深的遗憾，为什么？其实他很少自己订了一个生日宴，之前都是朋友帮他办生日宴。是他自己订的生日宴，没想到没想到，但我们还是帮他完成了。是，没想到是这样子的情况，对，所以也许会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在胡闹，怎么可以这个把一个灵堂弄成这样？那我一直在想，我们在葬礼上面，我们可以怎么表达我们对这个人的怀念？我们也许不是只有用哭泣，我们也可以用一种他喜欢的方式来怀念他，所以我们就很大胆的试图的尝试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包含这个礼仪公司的人也说没有看过，那我相信这某种程度也符合罗美美的个性。那么所以呢也请各位见谅，那这是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们，他的这些好弟弟好妹妹们想要为他们的永远的罗姐所这个怀念的一个方式。对哈，那也希望各位见谅，同时也非常谢谢各位媒体，我有注意看很多人还是穿得很整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这件事情这么的尊重，我们非常的感谢。那么我们有准备那个，我们有准备那个蛋糕，好给大家。好，日间部同学到8点。对，夜间部会到。夜间部挑吗？不会，对，因为我们还要帮他烧很多纸钱，所以那个都要他连夜还要一直写，对。那个就让我们静静的处理，就不打扰各位了，好不好？好，那非常谢谢，谢谢。那记得把点心拿走。我也想请教一下，你刚刚提到说。他自己订餐厅，他自己拟名单，这是他第一次，因为以前他从来不用烦恼这些事情，因为都是朋友帮他处理了。是的，对。那他之前有透露说，为什么今年特地想自己庆祝自己办？因为今年不是疫情吗？那他觉得他自己主动邀请比较不会不好意思啊，因为否则朋友帮他做，他会觉得大家都不敢群聚嘛，所以他就自己主动的邀请。对，我想还是跟疫情有关系，那只是冥冥之中就是就让所有的遗憾还诸天地，然后我们在人间好好的活着，把握每一天，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准备，等于是罗姐她喜欢的什么样东西帮她办 party， 有准备一些特别的东西吗？就是有照她的 dress code，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照她的原本要办的衣服，都大家都有。对。对，是怎样的 dress code？ 就是晚礼服，所以刚刚每一位进来，大家都有精心打扮。对，因为罗妹妹爱漂亮，罗姐爱漂亮。那有准备哪些包包？吃的还用的？有。这是什么？就是台湾第一家咸酥鸡。然后还有那个也有披萨、寿司。对，它其实食量还蛮大的。对。OK， 好，不好意思让你们拿那么久哈，谢谢啊哈，谢谢各位。好，我们今天就开放到这里哈，谢谢，谢谢你穿这么美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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